我是刚买那个车到了2012年了，3月22日，越来越极度转。7:57上班的是有列车的9点钟，然后这班是2724，苗栗发车就3000号哈联的 PP 自强号 PP 1.0型。关闭车门。交回了2034，花莲发车前我被威胁，太阳树林的，因为三天前是二阳没做，皮蛋豆疼啊。我说带新人去装的时候交会了，哼，刚好2034花莲发车，就被威胁了树林，三天是二阳没做，皮蛋豆疼，我说带新人去装的时候。2034要通过嘛，就刚好交会。下一站瑞芳，7:59了，而且是在七站门口。这班是117HPP 自强。